情甜蜜的 Ayla 将来就算结婚也要当职业妇女，不过她说会有人妻的样子。 Ayla 说仔仔适合的伴侣更要懂她疯癫的一面。我觉得她应该要适合一个可以跟她一起疯疯癫癫然后逗彼此开心的那种女生。她的疯癫就是你要真的跟她有一些私底下然后才慢慢可以感觉得到。就是要像修杰楷那样，你看，对啊，他是可以对修杰楷在532的时候做那个动作，一起进教室的戏，然后就导演那边蔡导，然后准备到543，然后就是快要喊二的时候，我就从下面这样啪很大力这样，镜头我们要进门嘛，从那边抠他屁股这样，我跟小小兵的距离太近了，我在他的攻击范围之内。就我必须腿打开，然后他要在这边跟我玩，那我就知道说，因为我那已经是拍那场戏已经算后面了，因为前面我欺负他太多了，那我就在想说，完了，我那场戏我一定会被攻击。如果我结婚，我还是会继续做职业妇女，职业妇女现场应该很多吧？我也喜欢这份工作啊，所以就是，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做调整。如果你今天已经结了婚，你还是要有人妻的样子，你还因为你要联合报王亚兰采访制作。